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04页，1004页，倒数第四行看起。课题：彼此同见，分两段。第一段是我们见到极乐世界了，第二段呢是极乐世界见到我们。这个事实真相说明了。空间是假的，时间也是假的。你看，十万亿诸佛国度，两个就在面前。那么从时间更久了，以释迦牟尼佛来说，距离我们3000年。3000年前，世尊在讲经，现在有人在定中见到，那就是时间没有了。智者大师，我们相信他不会讲妄语。天台宗的了不起的一位大成就者，他读《法华经》，读到药王品，他入定。定中见到释迦牟尼佛，在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。他坐在那里还听了一坐，就是听了一堂课。出定之后，告诉大家：“灵山一会也。”现在还没散呢。他有缘亲自参加了，就时间没有了。智者大师去我们1000多年，那去释迦牟尼佛也是1000多年。证明时间空间不是真的。一切法总在遇缘不同。我们遇到这个缘，能看到过去，能看到未来，能看到现前不同维次空间活动的真相。什么人有这个能力呢？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个个具足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。所以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，变成地狱。都在妄念不同。记住，这个念是妄念，不是正念。如果是正念，我们就见到阿罗汉的境界，菩萨的境界，佛的境界。世尊说这部经在这个法会上，这正念，所以能够见到西方净土一真庄严。现在我们看经文。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居士，若有他国
这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十万亿佛国土，一佛威力了如对目前啊，粘土如来的加持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加持，阿弥陀佛的加持，这个境界凡夫也见到了啊，就像目前一样，如净天眼观一旬地啊，像清净的天眼看多远呢？看一旬地啊，一旬八尺，距离很近啊，我们现在面对着电视机大概有八尺啊，就真的在目前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过于过是经历经过啊，西方一直朝西方啊，超过啊，超过多少百千居之那有他居之那有他、是印度数字的单位。弥陀经上把它翻成十万亿佛国土啊，就过于十万亿佛国土。极乐世界了就现前了。念老的注解里说得好，极乐不离自性，这是理也，自心没有距离，自心没有先后啊，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，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啊，完全是一心的。天台大师在止观里面讲得好啊，最后一句话总做总结，变法界虚空间啊，包括一切诸佛刹土，他说总是一心啊，都是一心生的，一心现的，一心变的啊，阿赖耶也没有离开一心啊，总是一心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所以不离自心的，这是理。过于西方百千居之那由他故，这是四，有离有思，但是怎么样，离思无碍，故十万亿尘即在目前啊，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度不是十万亿里，一尊佛国度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当中有十万亿个大千世界，这个距离就遥远了。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啊，他教化的范围啊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所以说十万亿佛国土
啊，这个时候距离没有了，就在眼前。故观经云，这释迦牟尼佛讲观无量寿经的时候说的，说阿弥陀佛，去此不远。啊，明白的人知道就在眼前，迷惑的人觉得很远，十万亿佛国度的那一边。啊，会众诚感这两个字很重要，真诚心就得到感应。我们用真诚心去感，自然就有应。学佛学圣贤从哪里学习？就从真诚学习。你的真诚心现出来了，你就是圣贤。刚刚现出来，小圣。啊，小贤。从这个地方慢慢扩充。扩充需要多少时间？不一定。因人而异，因心而异。全在自己。外面境界，实在讲是没有干涉的。啊，干涉从哪里？干涉是自己去攀缘。外面的境缘我们不攀它，它对我们一点妨碍都没有。我们攀缘问题就来了，就受到障碍了。不攀缘是决定不受障碍的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然后我们才真正肯定了，不再怀疑了。一切法从心相生，自己的心相。自己心里头有真诚，你就入了大圣大贤。诸佛菩萨的境界啊，心里面还有贪嗔痴慢，还有七情五欲，这是六道的境界啊。情执欲重，楞严经上所说的，就往下面坠落。啊，只有想没有情，想帮你提升，情帮助你下坠。你要想提升还是想堕落，都在自己，与什么都不相干。啊，外面财色名食睡的诱惑，为什么有人不受影响，有人受严重伤害？啊，这就是你攀不攀缘的事情。你要攀缘他，你得受伤害；你不攀缘他，
没事。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！啊，什么叫攀缘？起心动念是攀缘，亲分别是攀缘，执着希望拥有它，希望占有它，希望控制它，这是严重的攀缘啊！严重的攀缘就是造三毒罪业。多半都是在地狱。佛教我们随缘，不但随缘，还得妙用。啊，妙用就是什么呢？随缘当中不攀缘，这个叫妙。啊，随缘跟不攀缘是同时的，没有先后。这个妙啊！啊，随缘是恒顺众生，不攀缘是虽然随缘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事情做得圆圆满满，心里头如如不动。不动心是真心，真心生智慧。心动摇了，起心动念动摇了，分别执着动摇了，这一动摇就造业。啊，善业三善道的果报，恶业三恶道的果报。啊，学佛必须把这些事理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叫真学佛，真正的受用啊！过佛菩萨的生活，现在社会乱了，古人说得好：“家不齐，社会乱。”现在家不像家，啊，彻底的瓦解了。啊，家道是什么？孝悌。现在没有人懂得孝悌。啊，孝是孝亲，悌是尊长啊。今天这个世界，许多人不孝父母，不敬尊长，啊，种种不善都从这个根生的，这个不善的根，恶毒的根，但是他在现在人们的心中真正说得上是根深蒂固，不容易拔除啊。啊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算是非常幸运，遇到佛法，遇到善知识，把我们呢引领走出来了。这老师的恩德了，三宝的加持。
临出来呀，我们都往前走啊，不要留念后头啊。为什么走不到尽头，达不到目标，都是眷念后面。啊，不肯彻底放下明文理呀，不肯放下贪嗔痴慢，不肯放下七情五欲，啊，不肯放下财色名利，这就完了。好比善友佛菩萨带领你走向佛国，走两步回头看看，走两步又回头看看，啊，老是舍不得离开，就完了。啊，学佛人十之八九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认真反省，我们是不是走这个路子？要跟他们一样，这一生靠不住。啊，非常可惜啊！这种大法得来真不容易啊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的一天。我们生在这个世界，好不好啊？对修行人，对我来讲，好啊。啊，好在哪里呢？好在我亲眼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。我毫不留念了啊！太平盛世不容易啊！跟你说无着卧室，这世界不错，不着不我啊，我还不想去啊！今天这个世界，想去的人很多，你要不相信？你去问问那个自杀的人，现在连小孩都自杀啊，老人院自杀的人很多，为什么？对这个世界厌恶，他采取这也是个错误的做法啊。自杀能不能解决问题？不能的。死了以后还离不开这个世界啊！真正能解决问题的，前面我们读过，当下即到，即事而真，这样才真正平平安安、稳稳当当走出去了。啊，不能逃避。啊，要依戒定慧，要依净业三福。啊，我们只要能够把十善修好，六合修好，六度十愿修好，就走出去了。啊，这个事难不难？不难。你能够肯把欲望放下。欲望害人
啊，欲望是所有罪恶的根本。为什么有欲望？不知道是假的，都以为是真的。魔在哪里？这就是魔。欲望是魔头，欲望是魔，是魔的原始点。只要有这个东西，外面所有一切境界没有一样不是魔。名闻利养是魔，财色名食是魔，啊，通通是魔。看这个也爱，看那个也爱，啊，这个也讨厌，那个也怨恨，不就都是魔吗？让你在这一生当中受尽烦恼的折磨，你可不能怪人。同样的境界，为什么有人他不受？你要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你就晓得，魔不害人，是你自己愿意上当。啊，是你自己放不下。事实真相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心就定了。啊，这叫看破。唯有真正看破，他才真肯放下。啊，自以为看破了，其实没放下，没放下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是真的修，是假的修，自己一反省，一检点就清楚了。啊，早课晚课做些什么？这几十年当中，我们也常说，早课是提醒自己。啊，今天这一天，我要走在佛道上。一念贪心起，那是鬼道；一念嗔恚生起来，地狱道；一念愚痴，畜生道；一念骄傲傲慢，是罗刹道、阿修罗道。啊，念头才起，自己就认识这个路是通什么地方，我该不该？一念阿弥陀佛是成佛之道。啊，道路在面前，你爱走哪一条走哪一条。啊，谁都不会限制你。佛菩萨圣贤不限制你。只告诉你这什么道，后头是什么结果，告诉你。路是你自己走的。是你自己选择的。那么今天在这一会，这是成佛的大道，无比的稀有。为什么？它不是成别的佛，它是成阿弥陀佛。啊，走这个道走到底就是阿弥陀佛，你成佛了。好啊，不少人羡慕啊，你能不能把其他所有的道路都舍弃？道只准你走一条，你不能同时走两条。啊，其他的通通都放下了，这条路通常
无阻啊。你真走成功了、啊。我们在这里做事实现啊，威仪有责吗？做个榜样给大家看看吗？我这部经讲完了，这是大经解的第二遍，我接着讲第三遍，三遍讲完了讲第四遍，我能活多少年就讲多少遍，我不讲其他经了。我告诉大家，我就走成阿弥陀佛这一个道，其他道我都舍弃了，不要了。啊，那我们的道场非常自由，是开放的，里面经典事法出事法都具足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你们爱走哪个法门我们都鼓掌不反对啊。可是你问我呢，我就走阿弥陀佛这个道啊，就走无量寿经这个道啊。而且告诉大家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，谁介绍给我的呢？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介绍给我的。啊，我相信老师。老师爱护我们，老师不会害我们，老师指我们的正路，不会指路指邪路给我们。啊，我一直走下去，这叫尊师重道。我要走偏差了，我是背师叛道。啊，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是佛学，是圣学的起点。这个起点非常重要，不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你这条道路就非常不稳定。啊，不定什么时候出差错了。你就走偏了，走邪了。啊，把这个偏邪误以为是真实，这个故事大了，不但害自己，你影响多少人，多少人跟着你走向偏道岔道，你要负因果责任。啊，这个责任是什么？断一切众生发生毁灭，果报你就晓得，阿鼻地狱不容易出来，出来之后生生世世愚痴，没有眼睛啊，意念愚痴糊涂。这你种的什么因，你受的是什么果报啊，因果一定是相应的。这一段是说我们地球上这些人得佛力加持，见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以及极乐世界菩萨大众，
下面一段是说极乐世界见到我们，我们看经文，彼见此土，夜佛如是啊，亵渎娑婆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如来，借比丘众啊，围绕说法。他们也见到我们。我们看注解，彼土深重，借见此界，世尊于会众中说辞大乘无量寿，庄严清净平等究竟。就在这个法会上啊，阿弥陀经为此法门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，这八个字我们要特别留意啊！为什么许多人把它看容易了啊？到最后都不能往生。难信，我们信了，就这一点，真正无比稀有难得。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你怎么会信了？当然第一个是你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这是因啊，你阿赖耶识里有这个种子啊，你就知道这是多劫修行所得来，没有这么深的根，这个因呢，这经摆在你面前啊，我们面对面，我跟你讲，你听不下去，听了几句就睡着了，就打瞌睡了，再跟你讲他摇头，我不要听着。这种人很多，不是少数啊。那你给他们一比的时候，天渊之别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要我们知道珍惜这一次的机会，不容易得到。得到这个机会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有可能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啊！都好好想一想，我来到这个世界遇到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，哪个最重要，我要取哪一个，所以你要懂得取舍，取舍是大智慧啊！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终极取了极乐世界，他真往生了，真去了
啊，传言的不必放在心上，是真虚是假虚，与我们都不相干。啊，我们只要记住，我们能够信得过的那个人正确了。留舍利，留肉身不见得正确。啊，来生生富贵，享受人间福报，升到天上去的，啊，也都可以有舍利，都可以留肉身。啊，这个不能证明。啊，真正证明他往生的是欲知实知，往生的时候佛来接引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生前我们根本就瞧不起的人，根本也没有一丝毫尊重心，那种人像郭罗江，啊，像黑龙江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武士，在世的时候谁瞧得起他，不认识字啊，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，出家之后在道场里修苦行，别人不干的事情他干，啊，干得法喜充满，无怨无悔，啊，干一辈子。啊，最后欲知实知，念佛往生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在家居士当中，40多年前，台南将军乡一个老太太，欲知实知，站着往生的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40多年了，还我提到这个事情，还有不少人告诉我真的，他们都知道。啊，我住在旧金山的时候，甘太太有一个老同参，也是个老太太。啊，在美国往生了。什么时候走的没人知道，他是夜晚走的。啊，他是坐着走的。他写了很详细的遗嘱。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孝服亲手做好，啊，放在他床边，啊，第二天他的儿子媳妇推开他的房门一看，老母亲坐着，叫他不答应，旁边一看有遗嘱，有他给帮助他们做好的孝服，至少3个月前呢。他预备的那么周到啊，佛有一个也没通知，
他不要人作孽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都是念佛人的好榜样啊！真正念佛人对这个世界、对天上、对十法界毫无留恋的，甚至于对诸佛刹土、华藏世界也不放在心上。那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，这叫做念佛人。啊，都在我们的周边。六道的众生，千百年的这些灵鬼，他们还是很活跃，也没离开我们呢。啊，罗马、凯撒军团侵略中国，2100年前。啊，现在这一批幽灵非常活跃，还附在人身上讲故事，把过去这段事情详详细细给我们做说明。啊，我们知道，啊，他们在忏悔。他们在改过啊，知道做错了啊，现在都在地狱道跟鬼道，苦不堪言了啊，来请求超度。我们超度没有任何仪式，每一天讲经，大家在一起分享，我们给他留个牌位，也请他来一同分享。啊，离世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他就走往生不难啊，真心真愿一句十句佛号就能往生。第十八愿说的佛法，重实质不重形式啊，形式是属于宣传啊，太平盛世有必要，灾难现前也有必要啊，但是也知道超度仪式的依据是经论啊，对于经论完全不了解，他心不诚，沉浸性不足，那么它的效果就减弱了。如果对这个道理理事清楚明了，他随文作观，这个功德力量很大。啊，对于被超度的
完全成正比例。啊，可是人多的时候有一个好处，纵然主法的人，他的诚信心不足，只要与会大众里头有一个真诚心，那一点真诚心他感应到的时候，其他全沾光，都带走了。地藏经上有个例子啊，光目女的真诚孝感天地啊，他母亲离开地狱，同时跟着他母亲在一起的这些地狱众生也都超生了。这就是中国古话所谓一人有福啊，连带一屋，我们大家沾光。啊，我们自己要真修，不要有侥幸的心理，我们找一个有修行的人啊，跟他身边沾他一点光。为什么自己不好好修，叫别人沾我的光呢？何必要我沾他的光呢？啊，要真干啊，看到别人修得好，我就跟着修，这就对了啊，这个力量大了。啊，记住，真是难信呐。我们自己冷心，这个冷静啊，细心去思维观察，就发现，不看别人，看自己。啊，自己这种毛病习气改不掉，不能回头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心里头有问题。我不是真心，我不是全心。果然真心全心，业障习气自然就化解了。对，信为道源功德果，要在这上加强。啊，末法时期信心这个真心真愿来自两个源头，一个是蓄势善根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善根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生当中遇到善友，遇到善知识，善知识体系自己肯干把这一桩事情的理搞明白了啊，事也搞清楚了，信心能产生啊，不是这两种原因，真的是难信之法，尤其是末法众生情之深重啊。现在说这个情之太重了，于此最极圆顿，这个法门在圆顿法中排名第一，没有比这个更圆，圆是圆满，一样都不欠缺，顿是快速，顿超，啊，一切经里面讲圆满，
这一部经讲到究竟圆满，一切经里面讲的顿超啊，那这个经上所说的是一切经中顿超都比不上净土。只要我们真正明了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就是顿超啊，这就是圆满啊。什么人能有这么快？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修学，都比不上净土啊！啊，禅很难诱惑人，为什么呢？它顿超。啊，但是禅宗的顿超跟净宗顿超比呢，那差太远了。因为禅宗要伏烦恼，要断烦恼，要忏悔，要消业障。啊，而且还是慢慢向上提升。啊，几个人修禅人多，几个人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大摩祖师把这个法门传到中国，差不多是1500-1600年，那参禅成就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我们保守的估计，3000人左右，1000多年了。净土念佛往生的，我最保守的估计也10万以上啊。不能相比啊。而且净土往生这10万以上个个都是阿惟越智菩萨。你说哪个容易，哪个快速？非常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。这法门稳当、可靠、快速，成就高啊。啊，总在你相不相信呢？关键在此地。啊，一尘了义，一尘这是成佛之道，不是菩萨道。啊，不是声闻缘觉道，成佛之道，而且一切诸佛当中，他称的是阿弥陀佛，跟别的佛不一样。啊，阿弥陀佛为什么不一样？
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都承认的，都赞叹的，光中其尊，佛中之王。那诸佛如来当中，阿弥陀第一。这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了义。啊，而且是究竟了义。啊，了义就是断无明。断习气。一生正得究竟圆满，这叫了义啊！究竟方便之妙法，学起来真方便啊！真心、真愿、一向专念。真心真愿就是发菩提心。这个法门的修学，八个字，两句话了。啊，真心真愿，一向专念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完成，下面这句话我们还是要重视它，不能疏忽啊。下面说唯除五逆十恶，回报大臣。善导大师讲得好，他说佛说这句话是勉励大家，不是真的把他赶出净土之外，不是的。阿弥陀佛慈悲，因为无逆十恶毁谤大乘的罪最重啊，这个罪业是无间地狱不通忏悔的啊，造的罪业太重啊。善导大师说阿弥陀佛这个说法是劝勉大家的意思，真正是造了，造了真忏悔，真肯认过，后不再造了，用这种心求愿往生。他说阿弥陀佛陀佛了，还是失手，还是会戒烟。真正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问题是你不肯忏悔，不肯认错，啊，不肯改过，那佛就没法子了。啊，念佛也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一定要搞得很清楚。很明白啊，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一生的机会错过了啊，错过了这样太可惜了啊，等到无量劫才碰上啊。
啊，碰上之后当面错过，这叫真错了。什么错都是假的，这真错了。啊，所以对于这样的妙法，不能心急翻身一棒。今天的人多少怀疑毁谤，啊，反对回集本，啊，多少人在干这个事情，是以本品离光接佛，此世界中而万人，当时听释迦牟尼佛讲经的，比丘、比丘尼，在家的居士，男众、女众，合起来两万人。啊，那么这些人在现场亲见极乐世界清净庄严，阿弥陀佛现身，极乐世界出现，这些人统统看见了，亲自看见了，亲闻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，为作证明。啊，看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说法，菩萨大众围绕着在听课，啊，给我们大家做证明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令生真心，两途世尊做这个事情最重要的目的，帮助我们生真心。啊，我们相信佛决定没有妄语，而且这个经五种原译本里面这一段礼佛现光这一段统统都有记载，证明他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啊，心要愿生啊，求生净土的愿生起来了。这世界这么美好，没有任何欠缺，到那里成就多快呀！啊，尤其对个好学的人来说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送算你的元书生，啊，你是皇太子。在这个世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你不会欠缺。啊，三十三少来教导你，你每天能学到什么？
如果在极乐世界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，凡身同居都下下品往生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，把你提升到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就是明心见性，像慧能大师那个等级。这不是你修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，但是管用。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就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。你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，同时去参访无量无边诸佛如来。你去拜佛，你去供养修福，你去听经，去闻法，去向佛请教，这是修慧。极乐世界修一天，在我们这个圈修无量劫也比不上。哪个地方修学好，不就很明显就知道了吗？换一句话说，真的两个世界看透了，看清楚了，这个地方不值得留念了。在这个地方要生出离心了，强烈的出离心，你才能真放下。真正放下了，自自然然，像《还原观》上讲的三德，你自然就圆满了。为什么？那是心德，不用学的。这是菩萨。我们如果用戒律来说，这是四条根本戒。第一个，随缘妙用。你有能力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叫妙用。妙用是什么意思呢？随一切众生缘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妙用。你起心动念不妙了，为什么？起心动念造业了。随顺众生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造业。自己的心永远住在清净平等处，没有丝毫干扰，但是又不妨碍呀、你跟一切众生办事，这高明啊！会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。这就是古人常说的，菩萨用心如镜。菩萨的心像镜子一样，照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丝毫不沾染。沾染是什么呢？沾染是情识。合我意思的，我喜欢，沾染了。不胜我意思的，我讨厌，沾染了。
啊，只要一沾染，就变成业，业就有报，善的业三善道果报，恶的业三恶道果报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行菩萨道也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那为什么你不是真菩萨，你是假菩萨？啊，真菩萨不着相，着相是假菩萨。这个事情不必问别人，问自己。我六根对六尘境界，还会不会起心动念？还有没有分别之处？有，肯定自己是不敌凡夫啊，不是圣人啊。谁是圣人？须陀洹圣人啊，原教初信位的菩萨是圣人。为什么他没有我了？不再执着生死我了，他心平等了。啊，怎么平等？他边界没有了，边界就是今天讲的对立。啊，他知道。虽然没有正德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所以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。小小神啊，正的这个小果，就小小果，两种神通。自然现前，一个天眼通，一个天耳通啊，必定现前。但是由天耳通、由天眼通的未必是圣人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因为有五通的人，鬼有五通，天人也有五通。啊，为什么他不是圣人？他有分别之处。啊，圣人没有分别之处，所以圣人用真心。凡夫用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想，就是用第七、第六。第七是执着，第六是分别。啊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皆获四悉檀之也。啊，四悉檀，我们这也有参考资料。三藏法述，啊，出《法华文句》。法华文句是智德大师注的，就是法华经的注解啊，智德大师注的啊，这里面讲的四悉檀，四是四种啊，悉是中国字，遍地是。啊，檀是印度话，梵文檀诺，布施的意思。
那么四句的四种普遍的布施，平等的布施，菩萨有啊，菩萨念念不忘啊，啊，这就是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是属于大德大能。我们看底下这一句，佛以此事说法，遍施一切众生呢，故名四悉檀也。啊，佛讲经说法为的是什么？用意何在？这就给解释出来了。第一个，世界悉檀。啊，是即个别之意，戒呢即戒分也。我们换一个两个字来解释，大家更清楚。是是时间。中国古人以30年为一世，所以世是三个世字。啊，界呢是空间，啊，空间有东南西北，四维上下，啊，这界限。啊，所以世界这两个字代表时空，这时空里面的万事万物。那就众生了，盖由众生根器浅薄，故佛随其所语要闻，未知次第分别而说，令生欢喜，是名世界悉檀。啊，那么这是说明了佛对一切众生教学，教什么呢？不是随佛的意思，随众生的意思。你喜欢学什么，他就教你什么，让你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。啊，这是佛教化众生的手段。啊，你需要什么，我就教你什么。那么现在的人，第一个要什么？要钱。啊，你看吴教授上次来告诉我们，他有个学生的家长告诉他，我的孩子缺德没关系，不能缺钱。啊，那么这种心理，这种看法非常普遍。绝不是这一个家长，这个家长代表这一类人，现在在全世界太多太多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教他了，你不是要钱吗？生财有大道。啊，什么道呢？布施啊，愈施越多啊！啊，这个方法，我跟张家大师那个3年，大师就教我这个。啊，我不贪钱，我没有钱，但是我也不想要钱。啊，每一天能吃饱。穿的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，我就非常满足了。啊，我没有贪心。
啊，弘法这么多年来，同修们的供养，我没有置产业，啊，我依旧没有到场。这些供养做什么呢？做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真的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啊！好事情啊，天天快乐。啊，不要去求，他自己送来，真没办法了，要替他做好事。古人说的话说得好，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无事，无事最好啊。我说了好多好多次，希望大家不要送钱给我，我无私，这最快乐啊！啊，送来了，有时候他说我这个要印经，我这个要做慈善，啊，我就替他做。啊，他不说呢，不说我都去想着替他怎么做法。啊，出家人如是，在家人不例外呀。胡小林居士经营一个企业，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他，不是。啊，经营生意是服务众生，不是为赚钱。啊，将本求利，中国古时候商人有商道啊。啊，商道取利取多少呢？十分之一。啊，就是你能赚的。我十块钱本钱，我赚一块钱。这就有道啊。我十块赚五块，哎，过分了一点，还行。啊，十块赚十块，现在十块赚一百块，还不行，十块要赚一万块，这不像话了。啊，这偏离了商道啊！啊，有没有能得来呢？也有。有还是命中有的，但是用的手段错误了，用心不善，他所得来的跟他命里有的已经亏欠了，打折扣了。啊，命里头有110亿，现在得到50亿，觉得自己很有本事，用不正当手段得来。他不知道他命里的有100亿，现在打对折了。如果他懂得布施，他命里会增长，100亿会涨到200亿，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现在这个道理没人讲了，很多搞金融的都想偏了，都讲歪了。啊，佛菩萨要经商，大商主啊，今天讲的大企业家了，啊，他会做得非常如法。啊，自己得利，天下人都得利。
啊，自己有这么享受，天下人跟我一样享受。天下人还没有得到，我决定不干。这是道啊！啊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，无微布施的健康长寿。啊，你修这三种布施，这三种果报自然现前。啊，这个道理讲给人听，谁相信？不敢相信。我的钱好不容易赚来，你叫我布施，那我赚你钱干什么？他要累积，日多越好啊！啊，累积，佛说了，积财伤道，不是好事情。啊，财积多了，道没有了，道没有了，什么没了？罪有了。啊，道没有了，罪上升了。你造罪业，为什么你造罪业？你存起那么多钱，这世界上有很多苦人，吃不到饭，穿不到衣的。啊，在生死边缘上，你有钱不去救济他们。不去帮助他，这就叫造罪业。啊，所以有就是，不要怕没有了，只有越失越多，不会说失了之后就没有了，不可能。啊，张家大师传给我这个方法，他教我做，啊，老人有智慧有经验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他看到我的命很薄，命中没有财富，没有地位，又短命，啊，真正是一个可怜人呐、啊！到这个世间来了，啊，如果没有遇到方老师，可能我45岁那一年真的走了，肯定走了。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我们认识了佛法，知道佛法不是宗教，也不是迷信，这太难得了，这是一门好东西，那所以就想学，啊，有缘遇到张家大师。这是佛门大德啊！我学佛的基础全是他老人家那奠定的啊，所以才有今天这一点成就啊！命里头没有财，修苦行可以，弘法利生就需要财。今天弘法利生非常必要，
为什么？社会大众迷失了方向，普遍的不知道佛法是什么，不知道传统教育是什么，这个问题太严重了。那要帮助这些众生，今天我们送光碟，在过去的时候还得送机器啊，录音带送给他，他们有机器怎么放呢？连机器都要送给他啊，送给学校，送给一般道场啊，他们可以听可以看。到最近这些年来，我们用网络啊，用网络有十几年了，用卫星电视啊也有十年了，产生很大很大的效果。啊，现在的网络电视跟卫星电视效果差不多，成本大幅度的下降，这个工具好啊，听众不必在面前了，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收看的。大概是两三个月之前，国内有个同修来看我。他带着个小的机器，就像手机一样，那么小的个小机器。收看卫星，收看网络，就在手里头，随时都可以收看，太方便了。而且成本很低，价格很便宜。他说他要送一万台给我。这种东西是真正让佛光普照全球啊，这是世界奇谈的。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适合自己的程度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出来，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纲领原则了，都会教啊。那个人喜欢基督教，佛就现目色身，就用基督教的圣经讲给他听，讲的内容跟大乘佛法一样，没有两样，妙啊，真妙啊！那个人喜欢真主，他就给他讲古兰经。我也干过这个事情啊。我在新加坡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，讲过古兰经。听众反应还都不错。皆大欢喜。这就是属于世界奇谈。从这个基础上慢慢在提升。先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我们不反对他，不批评他。
我们尊重他，爱护他，啊，世界宗教是一家了。华严经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基督徒本来是佛，伊斯兰的信徒本来是佛，一定要晓得。第二呢，为人师谈，佛与说法必先观众生的根器，积以根器，叫观机，看他的善根福德，看他的程度，看他的爱好，啊，看他的习染，啊，他的习气，啊，多了解，应该给他说什么法？法要应机，说的他听得懂，他听得很欢喜，他会去照做。啊，说了他做不到，这就被别说，为什么没用处？把时间精神都浪费掉了。啊，你教他的，他一适合他的程度，小学就教小学程度，中学就教中学程度，啊，大学就教大学程度。对小学，你拿大学东西教给他，没用啊，他听不懂，做不到。啊，一定要他现前可以做到的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强调儒释道三个根。不从根教起，那都不是真的。啊，都在那里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。啊，还不如教他念一句佛号，他还真种的善根。啊，所以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的。啊，这是不是讲给自己听的，是讲给别人听。我自己想讲什么，这个不行，不奇迹。啊，要晓得这个环境之下的这个众生他需要什么，你给他选择进教。啊，就好像大夫看病了，你诊断之后他还得生病，应该开什么方子给他？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，他病治好了，这有效果。啊，教学也如是啊。啊，这就叫会教可不会教啊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开的这个讲座，这是不得已。啊，这个讲座是各种不同根性的人通通有。啊，都在这个时候来听。啊，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地方，啊，看微信电视，看网际网络，程度都不等。啊，这个就是佛家讲的大讲座。啊，有浅有深。啊，会听的都是会用，不会听的动善根。啊，所以古时候的教学，虽然没有现在科技这些方便，它有好处，它隐疾。
啊，他在一个讲堂，老师跟学生面对面互相沟通，啊，听到有问题马上举手发问，有这个好处。啊，我们用电视、用网络啊，这些地方就不方便。啊，我们相信电视网络还是不断在进步。啊，我们也相信会有一天，在电视上我们面对面谈话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个音像能够播出去，大家能够收得到。如果将来你这个接收器啊，像这个手提电话这种电视，能够里头有摄像啊，照到你呢，我就可以看到你了，那就跟面对面谈话没两样。啊，这是非常有可能的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用这些人，极乐世界天人不需要。啊，你看此地，阿难用真诚心礼拜称念阿弥陀佛就现前，可以面对面谈话啊，极乐世界完全看到，就在面前一样，比我们这些机器高明啊，我们赶不上啊。所以佛教是科学，阿弥陀佛是变法界、虚空界第一大科学家。啊，早年我在美国，美国人修科学，我是修科学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我们这个量科学跟他比，小巫见大巫，差远了。无论学什么干什么都应该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你看根器之大小，树种之浅深。啊，这就讲善根福德。啊，然后趁其机宜而为说之。令之定生正信，增长善根，故名为为人懈怠。这说话是为人，不是为自己。啊，前面第一个那是戒引，让大家生欢喜心。啊，这是戒引，这正是跟你说法，说话是为你，不是为我。你需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你有什么困难？真帮你解决。啊，人越来越亲近了。第三，对智懈怠，为如来，啊，为如众生呢，贪欲多者，教观不净，成慧多者，教修慈心，愚痴多者，教观因缘，为对此等诸病说此法药，便是众生的故名对治习的。啊，这就是众生的毛病。
烦恼习气业障啊，每个人都有，这怎么办啊？像现在念佛人心不定，这佛号怎么样念都不能学习啊，心都是散乱的，怎么办？啊，印光大师有一个方法，这是他自己平常念佛啊，他说他也犯这个毛病啊，最后找到这么个方法，就身念法啊，身念法就是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啊，四个字、十个、六个字都可以啊。怎么念法呢？不要用念珠，行住坐卧都可以啊，卧躺在床上不要出声，默念啊，平常默念也可以，出声也可以，一句到十句啊，句句清楚啊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十句。如果感到困难，十句记不住，分两段啊，一段五句啊，但是五句念到第五句下面呢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六到十，不是一到五啊，是六到十啊。如果再感觉到困难，分三段，三三四啊，三三四还是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，念自然清楚啊，念到十就再从一到十，无论一天念多少声佛号，通通用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容易摄心，妄念不会起来，杂念也不会进去啊。他用这个方法用得很得力啊，介绍给我们，我们可以试试看，确实有效啊，清清楚楚啊。这就是什么呢？他用这个方法了，是引起你的注意力，你就不会分散啊。注意这个数字啊，一声一声的，一声接一声啊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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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第几句清楚啊，这都是对治啊。啊，一定要有对治的方法，我们功夫才会得力啊。总的来讲，人不能有欲望，欲望是烦恼的根，是业障的根啊。欲望只可以有一种，就是求生极乐世界，没有其他的欲望啊，我们这一生才会有圆满的成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